Hello，大家好，我系 Xavier。咁咧最近咧我就玩翻《模擬市民》嘅第一集喎。咁咧呢一个游戏咧就系起屋同埋帮一个人去处理佢嘅生活上面嘅嘢啦。咁呢个游戏都几好玩嘅，10分嘅话我会俾11分。咁呢个游戏咧最紧要嘅嗰 part 咧，我觉得就系起屋啦。咁我起嗰间屋咧就有2层，出面有个好大嘅泳池啊，之后仲有好多嘢玩，仲可以养狗啊、养猫咁。咁原來咧，今個月尾咧，模擬市民就會出《模擬市民要玩沙時光》喎。咁我諗應該都會幾好玩，又唔知大家會唔會買咧？拜拜。